烧了祭旗吗？哎呀呀呀！快快快快快快快去传令，立即开始填封。哦，另外，派我的车驾把他接到官渡大帐来，我要重用他啊！遵命。哎，快去快去。依在下之见，开市填封即可，然未必需要重用啊。为何呀？主公，你有所不知，在下刚刚接到冀州守将来报，说主公你在官渡战败一事传回冀州以后，所有的文臣武将和满城的百姓无不阵痛。唯有那田丰小人，他在狱中居然高声欢笑，得意忘形，狂妄的吹嘘说什么，唉，在下实在是不敢直言。说主公，那田丰在狱中仰天长啸，他说你是庸主，刚愎自用，不足以为谋，他的先见之明你不听，所以必然有今天这个大败。哎呀，这口可恨！这个贼子竟敢如此的藐视我呀！来人，在。主公，持我佩剑，立即前往冀州大牢，力斩田丰。遵命。副帅，各路败兵已经陆续回营了，清点过后仍有近40万，我们主要损失在于辎重和战车。副帅，我军虽然首战失利，但兵马仍旧是曹军的2倍以上，足以再战。好，我们定要汲取教训，大破曹军。传令，三军5日内休整，准备再战。别家大人，你真是料事如神呐。什么事啊？你说过，曹操善于用兵，伐曹必败。我刚刚听到消息，主公果然在官渡大败了。我多么希望我言错呀，可不幸又被我言中了。我想过不了几日，主公定会重新启用大人。你不了解我家主公，我家主公是外宽内忌，喜怒无常。如果我军大胜曹军，主公欢喜之余，定会不计前嫌，立刻赦我。可现在主公大败，他一定是恼羞成怒。我命不久矣。禀别驾，主公叩谕，田丰谢军被逐，罪无可赦，令其自尽。你能告诉我是许攸还是郭图挑唆主公的吗？明白了，老李啊，在。麻烦你给我取笔墨来，我要给主公写一封遗书。是。
这位军师啊，我不想死在这牢中，待会儿可否允许我在星光下自刎？我想最后看一眼天象。敬凭遵义。天意主曹，不助援呐！天！丞相，此役啊，我军斩首80000余级，缴获军械辎重无数啊！袁绍已经退回官渡大营，挖沟筑寨，龟缩着，再也不敢接战了。我们折损了多少将士？伤约20000，亡约7000多。嗯，真是大获全胜，是我起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胜。丞相，将士们都乐疯了，说照这样打下去啊，转眼就可以打进冀州了。如果敌军突然此时来袭，你怎么办？什么？袁绍要来袭击？我是说如果。你瞅瞅他们酩酊大醉的样子，如果袁绍此时来袭，我们必然大败。虽然敌军没有来，但是身为中军主将，就要设想他们前来偷袭。知道了，我立刻加强布防。我们虽然大胜袁绍，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。袁绍手里还有40000-50000人马，青州、幽州、并州还会继续供给他2饷兵马。如果袁绍知耻而后勇，后头的仗就更难打。还有，曹仁呐，我们的粮草不多了。丞相，刚才在庆功宴上，你说我们还有百日之粮啊？我骗你们的，实际上只有10日之粮。那么，末将建议丞相班师。我军是攻城凯旋，袁军是败而心乱，袁绍见我等退兵，必然是扼守称庆，断然不敢追杀呀。我何尝不想退军，但此时退军着实可惜。
只恨荀彧不在我身边呀。他若在，定能帮我一决进退。公子，丞相在此信中问我进退，丞相在信中言，军中粮草殆尽，难以久战。如果袁绍得知我军粮草不济，会坚守不战，我军早晚要陷入被动之中。丞相还说，现在退军甚为可惜，等于是主动放弃了大好局面，给袁绍以喘息之计。荀先生，父亲在信里面把进退利弊样样都说到了，那咱们是应该进呢，还是应该退啊？公子问得好。那我问你，丞相是什么意思？我不知道。那好，我告诉你，其实丞相早有意退军，只不过他不愿意直说，其意是想让我劝他退军。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和前方的将军讲，军中粮草殆尽，荀彧力劝班师，我不得已而从之。父亲真是太聪明了。丞相的聪明不是天下第一，也是天下第二。那这天下第一是谁啊？虚位以待吧。啊，父亲既然希望你劝他退军，那你打算怎么劝呢？我非但不劝丞相退军，反而要劝丞相进军。丞相万万不可撤军。袁绍虽大败，但他仍然拥有四周富裕之地，万千田亩不但能够生长出无尽的粮食，也能生长出无尽的兵马。时间利袁绍不利丞相，但战局利丞相而不利于袁绍。丞相应抓住战机，乘胜再战。在下以为，此时此刻最可怕的不是粮草殆尽，乃是丞相的心病。丞相出战大捷，反而顾虑重重，欲胜俱败，欲进俱挫。我有这等臣子，何愁袁氏不灭？丞相，是否班师啊？敢言班师者，斩！传令三军，备好兵器军械，准备再战。遵命。丞相，那粮草怎么办？徐州屯有数万粮草，立刻派飞机前往徐州，调运粮草。遵命。军师，在下仔细看过了，曹军布下三重防卫，第一重是护卫营，驻扎在大营数里之外，分布于东南西北四角。第二重是巡祭，每隔一个时辰，便有一校尉带百骑巡防。这第三重才是哨卫。军师快看，那边出来一个单骑。这肯定是曹英派出求救的信使，派快马火速追上，将其吃翻。诺。撤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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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动。